我去，怎么这么多面试的？这，叫我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叫你叫谁啊？你看大家都等着面试，就你插队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不准插队怎么了？来，你都到后面来，来，你都到后面来，来。我。你什么你？哎，不过你这身材这颜值，要是加哥哥微信，以后哥可以照着你。都在这干嘛呢？吵什么呢？哦，领导，那个我们都在排队，就他插队。谁插队？一点素质都没有，他。啊，菲菲总，那个你要的名单都在这里面。不是，这还没面试就把工作掉了？不是，领导，干什么？那会儿一会儿我的面试还能通过吗？我也做不了主了，你谢谢。完了，这还没面试，工作就丢了。来，下一位。哎，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哦、是你啊？啊、哦。行，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。那个我是男的，完了，不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？按照简历上的介绍啊。哦，我22岁，身高180，体重75公斤。哎，你是来选秀来了？先别打断他，什么学历啊？那个我学历不太高，但是初中学历是吧？不是，我基金会开社会做饭。你是来相亲来了是不是？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女朋友。行，就他了。啊，不是，老板，他没有工作经验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不是，老板，你看他真没有工作经验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我炸！老瓜子是不是疯了？把门关上。哎，好嘞。我们这儿呢有一个保安工作的空缺。当保呀？你早说呀，那我还不如当保洁了，不干。月薪10000。那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和你玩呢。啊，我这儿缺一个私人助理。私人助理？嗯，还是男的。嗯，一听就不知道什么好职业，我不干。月薪20000。成交。哎，我给你揉揉肩。菲菲总，菲菲总。